这里正经啊，等我先倒完水。这次真的是烫水，刚烧好，有750到800毫升左右，还是熟悉的粉包，选了麦田和水晶葡萄，看看长在麦田里的水晶葡萄颜色会不会更好。特意只加了5包粉末，因为上次的太厚了，难拉筋也难消泡，别的我就什么都不加了，希望它别翻车。我倒粉末太暴力了，依然有结块，还是得走走流程搅一搅。接下来就要变身咯，锵锵，终于又有太阳了，这个颜色的确很水晶葡萄。边缘有一点黏，整体是成功的，拉伸起来还是像有点硅胶感的麻薯泥，但是我不想再用活力之花调整手感，我们来水洗吧。工具人倒水一绝，都不怕把我烫傻，加了挺多热水，具体多少不知道。还挺好的，依然是成型的状态，加那么多水都不用另外激活。左边袖套没了是因为泥糊上去了，这会儿还是温热，像肉肉泥，略微粘手。怼了点去劲，大盆的好过瘾，慢慢等它消泡吧，下期见啦，拜拜。